心有明啊，显得这么清，这是咱入神的专注。咱即马是注重无形的这条灵啊，增加咱的原本，咱叫做道，叫做主人。上苍爱予咱用灵感，就是咱的家己。啊，咱再当讲修通啊，伫咱即马出家，代表这个先天呐、啊、的品质，灵源的天意啊，使咱清净啊，热性啊，这是咱的天性。咱叫做母牛啊，咱叫做金牛。我以一条正法的心性啊，因为母牛爱咱多等几届结合啊，这就是每一个人，你伫凡世间爱去体悟，爱去领会啊，你这条灵。一行进啊，上苍一天意啊，使咱清净啊，这个心，咱人爱常常正常，但是灵修是爱搁加无常啊，因为道是说无常甲有常诶。这就是咱要倒转来，咱的反应啦，咱的家己的应效啊，顺着一点灵气，我爱行的是向家己呀，因为咱本来拢有一个足水的心嘛，这就是咱的自性啊，这个心根嘛。家己爱家己点嘛，点灯嘛，去掉你先主事的再见嘛，就是买家进来啦，都着清体的发现，爱咱现呢，是清咱先主事这个脑心嘛，这就是咱咧讲的天性啊。咱的佛心啊，是咱行的正法的天性。每一个人修家，这种灵感就无同啊。但是咱的修家有够，倒转来本性，这一空啊，这就是朝朝拢空啊，修共啊。是咱一点灵气，要来讲到显露顺天，真理是天界，路顶是顺气啊。我爱实现的一条心，上苍爱我有稳。这就是咱要金表归根啊，固本培元啊。人啊，照这种感受度这么强烈啊，这是咱每一个人的磁气场嘛，咱接袂到的嘛，这种入神，这种精彩。神是明光的啊，光依照大自然所生活啊，是咱家己心爱明啊，这个性啊，爱如去归如来啊，这是天造的嘛，上苍有落天意啊。
转到正缘落性嘛。所以修持就是要你这个性啊，会求生嘛，不要你去恶恰恰，不要你骄傲嘛，安尼是永远失败者嘛。苏叶文甲庄稼人两个相生啊，性无同嘛，行为无同嘛，讲话无同嘛，成败就是这样嘛。这是清楚的天界嘛。母娘该出现伫咱即马这世上。甲甲人会当代表伊讲话，这毋是鸡母啊嘛？鸡母啊，这条路你着惊半张路过嘛，惊袂偷尾倒转来规天嘛。这个圆润的呢，原体，人你才想会到嘛？有别人甲你讲，你照这个逻辑来参嘛？是咱一点灵气，这就是每一个人的特色、特质、特殊无同嘛。但是咱爱做伙啊，参就是探讨啦。你才会当行到咱现主持这个性的精神力啦，是咱。一点灵气，讲到正觉道性，真理是天界，显露是本性啊，都无一定爱讲足水的话啦。咱所有这无形的祖先，都、就是爱你这个真气、这个气场、这个磁场。会吸引会满力啦，安尼灵在爽快啦。有诶讲气温啦，有诶讲鼓励啦，有诶讲你甲我褒奖啦，有诶讲你甲我嫌啦。有气噪声音吗？声音才会当代表善恶意啊。这是上重要的嘛？你若看有诶唱歌，有诶是唱快乐诶，有诶是唱抒情诶，有诶是唱甲重音诶、准音诶。啊，你若准讲过往诶咧，五子诶咧，红青迄个好女诶咧，拢是声音诶代表。是咱要来讲着天意嘛，咱再来讲顺家落心嘛，世间未当以家己为主啊。但是咱即马咧学，当然是爱家己为主线嘛。啊，你走到绕倒转来，咱原来即个天光的线路嘛。是咱来救伊，过这个门，过这条沟，过这个河，上苍的天性，普上法界是天明嘛。所以咱老母要行，用简单的就对了，只有三条河嘛，过奈河嘛，一般桥嘛。过银河一般桥嘛，过金河一般桥嘛，大家若要行金桥，金桥你才有法度倒来信佛永生嘛。咱离袂开到这不生不死嘛，这则修行有一个大意义嘛，大本营嘛。是咱清楚这世人的价值性啦，
啊，那无你绿岛，那有什么价值性？是伫遐蛇伫遐变嘛？米草嘛是蛇，草蛇嘛是蛇，代票嘛是蛇，什么钱拢是蛇嘛？你用囡仔家家，迄都无价值啦，价值性薄啦。是咱一点灵气，要来讲到道化，咱的心性嘛，这就是咱团威这个灵性啊，个人修养会感觉健康嘛，是伫你今嘛一秒钟、一刻钟、一点钟中。这就是你代表你现主席的修养嘛，你现主席的性质嘛，你的抗战嘛，你的地位嘛。人不一定要做大官呢，不要开大型工厂呢，那是轮回嘛，轮替嘛。这世人，你若做好个布施，永远安尼落去。后世人你福啊，伫咧嘛，唔则定你讲好业未超过三代啊。咱定过去定读册知影嘛，长江后浪推前浪嘛，到尾啊死在沙滩上嘛，有羞耻的就行在沙滩上嘛，未死伊啊嘛。是咱有一条清清楚楚的天意嘛，要让咱集中伫这世人的心坎嘛，这就是价值的嘛。咱会当交代，咱对起着家己嘛，安尼则袂枉费。入来这个宝山圣地，入来咱蓬莱仙岛。你白白伫遮浪费一世人去嘛，这是可惜嘛。另外有落天性嘛，家人即马这个心嘛会深处，修行是修家己个呀，行家己个业啊，行完啦，咱这一生。一前途一道路啦，唔走这个道德，道德是假呀，暂时的符号啊，是你这个心会当探加，你这个心这么宽，自然会当予咱生，老母也要跟你讲的话嘛。这就是母娘来给咱带路嘛，咱人第一死，要死的以前，造境无同嘛。过去遐兄弟姊妹、遐长辈，会事先来给你铺排嘛。你有羞耻，就看到较高层的，遐所有的。罗汉菩萨来给你印嘛，啊，那无你就知影六道无修持的，就是还佫浸伫遐嘛，去困嘛，来咧给你迎接嘛。是咱一点灵气啊，行灵界，你一定爱灵啊，有进入到这个空嘛，天是空的嘛。所以讲成本空嘛，你空则惊会开阔嘛，则无边无界无穷嘛，互你形容未煞，讲未煞，安尼才我都得到真嘛，是咱一点灵气啊，要来讲着顺家的天性。真愿是天理，使命大是灵气呀，敢在上苍
这个天性嘛，落在单纯咱的天灵。灵魂讲较悬呢，你听到无甲遐，你都听无啊嘛。咱迄天，底下遐侪人买阿咧花有无？迄两三个有，你都知影深浅伫倒啊嘛。所以讲，你有当时啊，家己有两个有，你会感觉你不得了嘛。但是现场对落，你都唔敢唱唱啊嘛。这就是咱咧多参嘛，多看，你的心则袂骄嘛，则袂强烈嘛，目睭无人啊。是咱一点灵气，要来讲就顺家的天性嘛。逐天某人来讲要来，有诶初批就要来啊，有诶是打两三年伊就要来啊。啊，即个甲看诶迄个人，伊就要死偌哩啊。我毋知讲发过场几工，你做几摆，啊，你学几年？我老到这个时间静伫遮，佫遮尔转咯，唔敢疏忽咯，才捌一丝丝啊！你啊看，啊有诶，拢甲你讲个风凉话啦，要放咧互你啊！所以想起来有影，人啊，会想法啦，有当时拢想超过啦。看这个道有无真简易，是咱行的上天神啊。虽然咱服务无唔对啊，但是咱甲讲的，这个人来得真正无心啊，是咱用安尼来看啦。最主要是家己，人甲你破，甲你开有无？你得爱正入啊，这是什么滋味嘛？世间就是爱新鲜的味啊，都是回顾、归顾一种无味无素的打扫的味啊，不是津津有味啊，不是让你兴趣，你就正入啊，你就这就是道味啊。愈厚的味啊，愈讲甲，互你这个心的凉，会爽起迄个味啊，迄都唔是道啦，迄是你的意识神，你的兴趣啦。啊，这就是你以后准备要去遐报道的啊，迄种道处，迄种兴趣的处所，是咱的提升。是咱了，这个心爱清廉嘛，食饭教养嘛，是咱一点灵气嘛。修行你就袂当甲社会比嘛。你看有诶招生伊就是要爱这个花花世界嘛，爱穿诶，甲你金嘛，所有。甲你相爱这个人，你要徛顶悬嘛？你当要比别人较好嘛？安尼这个道都无速配啊，都是清淡平凡的嘛。这是咱要讲的灵性嘛？世间咧讲的通灵一般般嘛，无什么人较高。无什么人较含慢，你袂当看这个较有，看迄个较无嘛，安尼就无一般般嘛。是咱用平常心嘛，要讲出着咱心嘛，心内底啊，内看里的话嘛，啊，这才是咱真正清楚的，这世人咱会当搬先天的灵性。
出在咱即马后天的当前啊，这是难成的嘛？不是大家听我用安尼形容的嘛？大家拢是耍嘴皮子嘛？无多讲噶，咱看无迄个真心，迄个真口，迄个真意啊！是咱一点灵性，恢复是天性，灵有咱一条情感啦，咱来回入本源本性啊，传咱顺家一条本灵，这是心内底迄个性真呢，毋是咱即马。这个身躯行为外向呢，是咱会听，爱亲近这个道，讲道这个素质，这个人啊，也念体呀，念体就是生角灵的角啦，人才有这个角性嘛，精神就无咧角性啊，唔再乱伦。乱伦都黏体啊！唔知恁人甲尾啊规定，袂当超过20岁结婚嘛？30、40岁有诶阿公甲孙结婚啊！咱是精神乱伦嘛？唔知讲恁人爱伦理道德、偶像啊、不德啊，即咱会知影。是咱一点灵气嘛，即卖人无气嘛，念个甲迄个角，念个甲迄个角，对祖先，对你个姑妈看交代咯，人你卖脾气啦，脾气来听的时阵就挡袂掉啊，卖阁规排拢甲你叫起来啦，较早若安尼。你就看有简单言啦，即卖人还佫有补助，还佫有用政策的有无？一种头一步，家己会顾好啦。先路是天意，转到灵源是顺天。你恶白难恶白做，连体做不到。你就免拜公嘛，是咱这个传统性嘛。有拜公嘛，就是老爸、阿公、阿祖，阿哥伫这间厝，你共同投资经营嘛。啊，有阿祖、有阿太、有太祖，你唔知我做诸天，咱咧讲再高空再做啊。是无形，一层一层，一缘一缘，是安尼来嘛？咱唔知咧是无形，即种中孝行，中孝行就离袂开着咱即满咧讲个啊，仁义礼智信啊，即、这个五行会生克啊。咱人常爱讲五脑嘛。今天五路咱唔知有西华帝君，老母这个尊严，老母这个威严，是咱一条清楚的天地。咱爱向着顺家，一心性，是咱一点灵关心，转入清家。定天神，实际上我要讲话，会敢若有一种气哦，唔愿迄个气啊，迄毋是唔愿，迄是我的气吧，我要甲拗互清楚，这个字无要脱音啦，这就是咱的精神关调的啦，你才做会到啦，一字一字一秒一秒，你定一只，叫做定心啦。
什么叫做禅定？要讲起来就是安尼要求家己啦。你这个气我不要浪费掉去，荒废掉去啦。尊者伊都带一颗，伊咧讲的都小看家己会知影。杨叔者伊咧唱，就是拢唱一段啊，气劲无够啊，每唱了嘛袂歹啊。啊，这拢啥实在背啊？甲你讲，你听袂落去啊？练无够嘛，劲无够，无够遐嘛。所以讲，大家拢是这个本性，拢是执着嘛，无让拢予咱这个分数拢及格嘛。咱会当练个及格的抗战嘛，会当到这张纸的分数嘛。啊，这就是业力嘛。咱行的，咱去领的，伫即世有无？咱甲用个拄拄啊好嘛，莫超过，莫亏欠嘛。这就是福报啊！啊，福报要做啥？成圣果啊！圣啊，戒就是讲你杀到阴蒙酒，佛的不管在戒，你含酒你都爱戒嘛。未当去犯伊嘛，这戒就是安尼啊。无娘受咱方便戒嘛，你莫超过，搁超过成罪嘛。咱讲罪过，罪过有无？昨天有罪过，罪过。昨我啉酒有罪过，罪过。罪过，罪过，就是甲罪过，罪过相共嘛。是咱一点灵气嘛，要讲出着咱内底啊，迄个真意嘛，是咱本源道性，甲咱转的天性啊。人爱求神、拜神啊，发心也照做。这囡仔那左边等来吼，我就要提什么来写啊？这个囡仔拍药吃，好好个，我就要咱来写啊，是真好。但是写了嘞，你要更加这个心啊，会感觉世间温暖啊，神帮忙咱，咱敢无都报死去帮忙别人嘛？这是个另外一段层次啊，不是顾家己啦。安尼要带当大同，是咱一点灵气嘛？要来讲着顺噶，这个天性嘛，一句话是上基础。你要做头人，要安怎看？你要周详的计划嘛，唔是凊彩。安尼讲讲的，以你现主席的抓定、的自主力、的固执嘛。安尼边个人都无都甲你配合吧，啊你嘛无都配合大众化，啊这是机会教育嘛，咱人若无受着机会教育有无，你都无都出部队嘛，入社会嘛，甲人难嘛，是咱爱多一树长一树嘛。这就是咱这先贤来给咱鼓励啊！要报咱行，后日咱行了，都过去或者圣贤三义嘛，一站一站会内推嘛，前进。这才是扎实嘛，实实在在嘛，是咱一点灵气。要来讲就顺噶。这个天性，有咱一条清楚的天理，咱来行的是心中的真气呀！啊，上苍的本性，转到清净的天性，咱有一点
落界灵魂，咱再归元。今咱离袂开着元之意嘛，啊元，道祖都甲感情有足多。了解道的人，这个道本啊，道伊就是原本，伊就是自然的道啊，有足大道啊，有足太一啦，太极啦。是咱这个心嘛，爱明明明嘛，不动如泰山嘛，太乙真人来化身嘛，安尼差不多傲骨、胆气骨变瓦骨、生骨嘛。虽然这是一个机理，虽然这是一个鼓励加油性，但是。你若照安尼来做，你会亲身去感受到嘛？啊，这才是咱要爱自我的体会嘛。人就是不信邪，人就是未尊重对方啊，拢是伊家己嘛，为佼佼者嘛，家己了不起嘛。这就是人的弱点。你虽然感觉真悬无，但是迄是要物极必反，要摔落来，要对底伊来去开始啊嘛。唔是讲咱伫这个交流有无？你袂当阁抗浪，袂当阁飞伤悬，即只风，即只浪，因为你着要为底伊来开始啊，物极必反，要对。上界初熬开始啊，你背啊悬摔落来有无？海底了，半死，这个命半条了没有嘛？我背啊悬嘛，唔知有太上风，哦，唔知有恁姊妹来讲的，过去咱的康熙雍正乾隆有无？康熙大条啊，为帝啊。六十年，因孙啊，嘛唔敢超过伊，伊五十九年，迄就是尊重嘛。所以讲，人要有感恩的心嘛。咱活在这粒土地，咱就要感恩地表嘛。所以讲，咱有两个老爸，有两个老母嘛。先天甲后天啊，会白描阮嘛？是咱一点灵气，显露顺家这条线啊，是咱上诶。咱即马就是这个气场，气场就是规身躯诶万力来到这个头壳诶中心点，这就是咱咧讲诶嘛。咱现主持这粒年丸，这粒香果、生果，咱最主要的拢要收这粒果呢，苹果嘛。所以讲，咱的心就是要担这个因果，是咱一点灵气嘛，显露清净的顺性。为啥个金光就佛果多果啦？品果啦，就是、咱原来啊，这个本性啦，一结婚就对啦。是咱一点灵气嘛？修行你袂当互别人，这文字伫海来海去啊！你到尾也无一个宗旨啊，无一个主路线好行，安尼要来参加圣工呢？第一第一坑你会过，第二坑就塌你啊！这就是咱咧讲的天性啊。咱人这个肉体内底有十八个有坑的，你啊看这个气若无过，你就冻伫遐喘气，心脏你若冻伫遐，你喘气就受到影响啊。你这个头壳
那心经数落若无过我，你就麻麻，就怎讲？非常落啊，山高已经压起来啊，若无会跌去啊。你脚无过，你就怎讲？你倒位啊？要跋倒去广州？伫遐无？你五脏六腑伫倒位啊？未消化有无？你中伫遐有无？哎，就是业啊！来咧吹啊，完全这组来咧吹咧吐啊！我们就讲，你要行业有无？你一定要逐工做有够。你的气一直流，一直胖，你这个气唔走好气，好行业完全这组伊的成长，伊的提升，原因就是安尼啊！莫讲道理，咱就使来去。迄就是咧太咧流啊！我要用着上好的这个心气来想着这个话，甲大家通流，甲大家流通，这才是咱上爱的啊！迄种气氛气味，是咱一点灵气嘛？咱要怎修行灵修？内底迄个灵泉，迄个灵根，迄个灵道嘛，啊，道只有讲啥？光念念嘛，永远的光念念嘛，唔则何出解救？何出中正？何出义我？人咧做我合适六义救我。疑我，你都唔知人咧讲夜经数字是安怎来？啊，你嘛他妈咧戆我，嘛他妈咧疑我，嘛他妈咧疑了，失掉，这就是咧跟你讲嘛。咱人是循环的嘛，物极必反嘛。你爱看日，永远光嘛；你爱看月，数万。回嘛，那无变神杯，那对中央吹八二三，了才慢慢有十四甲十七上光的圆满嘛。看月，你就知道咱所有重要的水、智慧水、七分的水、藏退潮嘛。啊，就是咱人的心思嘛，咱人的心情嘛，查某人的血海嘛，是咱咧讲的灵性嘛。修持，你有看查某，你就知啊，变阳体嘛，肝血量嘛，这就是咱不可思议的人体嘛，你我亲手。来调整咱现主席这个肉躯嘛，是咱一点灵气嘛。咱当时咱就要熬过来嘛，咱不会有以后，搁直接男女直接生嘛，直接转嘛。你要亲像九天玲女娘娘变元君嘛。伊走法都徛风坐风嘛，风是刚的，风是母的。观音做徛龙嘛，龙好是代表阳性的嘛。所以讲，你的修家阳性走法都刚都刚嘛。你如果那么修家迄个。阳性有无？你来看有诶，你软桥卡，你查甫若额头都无礼貌咧，意义遮尔深嘛，就是要你捌礼嘛，是咱一点灵缘，爱咱要甲心转，要转安怎？转咱爱知道嘛。你要知道，你要知道我们的本性嘛，恢复我们的平静嘛，
啊，这才是归院啊，配合老母即卖咧修院嘛，要教咱做伙合体就对啦，是咱一点灵性。要来讲着父母承担心，平平平嘛，所以咱爱做天公的工课嘛，平等无关家之分呐、啊，啊，这就是咱咧讲的上善如水嘛。你窟啦有水，窟啦搁较深，这个水都爱甲你淹甲满，伊再搁流去边啊去嘛。报抽就是这個意思嘛，修持就是报甲抽啊，抽坎玻璃，抽离玻坎。你知道我都归先天，这个乾坤啊，后天是占用嘛，咱水火后天用相当的嘛，火是为顶来的管呐、啊，水是关关下下到落去，所以讲伊是这个作用，你要有现主是作用，你要甲逼起来嘛，咱这个膀胱才是水嘛，咱的心肝窟来一窟。去折啊，火嘛，所以讲我拢用这个火结落来膀胱遮嘛，膀胱这个精水结伫咧心肝窟来遮嘛，这个炉，咱水伫鼎，唔造这个气，是规身躯的作用。我常咧讲修持，你的规身躯会当妙用嘛，啊无你就修甲你就。即个塔壳都安尼蹲蹲蹲有无？你就唔知来意来意啦，拢是通灵这点性嘛。爱咱来讲就顺教，这个原心嘛。所以咱有要一个金丹大道有无？金花我遐就买三四本，恁就怎讲人多甲中脉？这个生甲灵水火风，咱的精气神也妙用嘛，顺可以顺心灵有无？是安怎通的嘛？安怎结丹嘛？这个丹的金花有无？就是咱的心花嘛，咱的心香嘛。你既然读到这个丹呐、啊，上丹呐、啊，你若无做大家上上丹有无？下单订单来个上单爬起来，你就无好话，无迄个良心，无迄个良知，归咱金童玉女啦。啊，这是可以啊。你要听讲修行较好有无？明仔载金童玉女，身材靓女，要来甲我带倒转去。咱即马讲正法明珠来佛祖。观世音也观自在嘛，定位嘛，是咱世间人干那要讲这名号念念嘛，你唔知道内容嘛，安怎讲？你即个读甲都杂杂啦，你都无法度扭出到这个空间，或者系无形的光彩来甲你错落嘛，人就是欠这点嘛。你暗时，你的灵书，你的程度无够，你就无法度爬起来南北通天嘛。只是你在世看到，你真正心有病啊，有病啊，啊，你才有这个宗旨要行这条路嘛。是咱一点灵气。陷入清净，咱的心性顺着原来的天意啊。咱再来讲兑现顺性嘛。每一个人修持，这个心法心门无同，这个门道无同。有的用一片门呢，啊，有的用两片门合外，用关键串呢。咱六片的，较早是木材的，即嘛用二门的，
甚至用泥缸的传统嘛，一直传一直变嘛。今是要学正统正神嘛，无必要你变了嘛。啊，毋知讲福果，福就是倒转来啊。咱古早迄人情气味啦，毋知讲即卖人心焦虑嘛，就敢像讲背啦、离背、违背喎，较早迄种真正会当厝边隔壁伫遐相照顾嘛，当头大家男来男去有无？你来做我的工，我做你的工，无算钱有无？换食嘛。甚至讲食食较低嘛，那过去人挂了有无？无这个风行嘛，啊，去庄仔头只叫要扛迄个大体嘛，棺木就对啦，迄是志愿的啊。但迄款呢，你有诶道定也做无好有无？叫无人我甲你扛嘛。所以讲，生死艰苦就是这么艰苦。平常时做人啊，要有你的作风嘛，要有你的行为嘛，是咱一点灵气。要来讲个顺家，咱的天性嘛，有的是慷慨，有的是荡生吝啬的，这不一致平嘛。但是慷慨，你会当对家己。较吝啬咧，对别人较慷慨咧，对布施较慷慨。啊，你若对别人吝啬有无？当生的有无？大家若安尼甲你批评有无？你都要考虑啊，是毋是超过咸、超过酸？是咱，这是一个过程嘛。你老有事实嘛，无一定事实个啊。哦，过去我常咧讲啊，一个囝有才情嘛，要起三楼，拢三楼的嘛，较早三楼就真悬啊。啊，遐咧塞，较早用干呐胖，啊用咱即爿咧塞恁五车塞有无？灌咧条仔头，灌咱现主席脚踏有无？这个平平底啊，但是因老爸有无，就惊讲。迄条仔头无扎，就夹一支车啊，夹一支钢铁啊，就伫遐弄有无？伊讲阿伯啊，遐工人啊，阿伯啊，恁怎么伫遐？会影响阮做工课。伊讲这厝无扎哦，无用啊。到尾入厝都无三年哦，法院就来封啊。厝用无永远是你的啦，爱租地会用啦。啊，租地若无用无，你留苦较济嘛无效。租地若灾情无，像啊即马半工无，就看下你过来世人所欠的啊。但是用安尼是较无理由啊。啊，我毋知怎讲，有福无福就是伫遮，无福你要求嘛无效啊。是咱。平常时咱都爱欠嘛嘛，咱咧累积嘛，咱咧储蓄嘛，唔知有讲三天大事有无，啊有小事有无？就是你爱囤，平常时爱囤嘛，蓄就是咱咧积蓄嘛。刚像咱咧欠钱当啊，你呐，现路是天发生，开源是顺家，咱咧天定。如果咱人要学爱做做的嘛，道理是太深太阔了嘛，阔噶你都无法度去体会，伊是偌阔嘛，真多就是安尼啦。唔做讲捡大家好资料，大家好资本来夹咱母牛一本大本经，讲未煞有无？学未完的。青天是灵性，教化是顺命，是咱一点灵气，
大家拢是一个坤道，哦，这个八道嘛，因为咱人是土做的嘛，叫做坤道。所以讲，你要这个道有无？你要甲保护地有无？绝对无可能，因为咱人我捌禁忌嘛，一礼拜，迄阵过暗暗课哦，我唔是讲像别人讲，下第四天我就过好些。我是七天拢食水啦，啊，搁暗暗课爱滴两点钟呢，这毋是咧开玩笑的啦。话讲啊，三天了洗头，第四天了晒药都无啊。啊，话就当讲，嗯，啊，你来食，啊，什么木瓜啦，食苹果、食芭乐啦，有无？较粗的卖食落去。第七天你要到的时阵就皮皮错嘛。啊，所以讲有诶无，地动有无？你看囡仔有无？边啊冰箱啦有水有无？伊就会当阁活较耐。啊，若无无，爱食家己诶药啊。人若较急着诶时阵有无？你就办法想要活落嘛。是咱一点良心，先落清净嘛，这是本性。较早有尿尿化嘛。家己食家己的药嘛，啊有食童子尿嘛。如果若真正童子，咱食伊的药是真正帮助咱迄个气脉气胆嘛。但是迄对领导有无是较违反嘛？是咱伊一点灵观嘛？咱拢是这个气伫只反嘛？今日若无这个生命，你就无这个气，好练出着你这个心根啊。所以讲，咱过去，咱中国第二个祖师爷叫做心根啊，慧可；第六个叫做慧能，拢是一点灵气嘛。这个含义，拢是伫内底。显露是天发心，开源是顺理明，道理你若明白有无？这条通，迄条拢通。这就是咱姊妹来讲，头一条就是第一，这个初心，你一定要甲经过过嘛。我们在讲，你若逐天早课念经，一定要超过点钟嘛。四圈嘛，这就是咱上基础的，一点一滴啊，这一点就伫内底啊，一滴就是甘露。你无加迄一点，你就无法度生甘露啊，啊无法度生甘露，你都秒输过啊，就跑了嘛。因为是啥？秒则现嘛。闲就是不可思议的物件，自然会来到位的。啊，这就不强求，是自然来到位的，安尼才会当安心放心。是咱一条先天的本性啊。某年要我有这个规矩，所以讲我才会当讲出着老母这部这部分啊。一部经嘛，经是几百本的啊，一部啊只有一百本内底百分之一嘛。显露是灵法界，顺着正法无形心，传落一条现主实相，竟然是爱捌个性啊！你个性若定得掉。你造天性啊！话讲，我修天元的，我修天灵的，我修天心的，我是行天道的。天你都唔知道什么叫做天哩？啊！你佫讲到后壁这么济，天的顶元要安怎讲？天就是咱的心。你的心有这么清阔无？
这再来讲天性嘛，天根天妙嘛。你无这个基础，你要讲到这个版本出来呢？你今仔日要做红姑，你无红姑迄个帽啊，你无迄个嘴，你无迄个牙，是要红豆啊？是要绿豆的？是要做甜的做咸的？哎呦，迄个料啦！啊，咱即下就是咧出料汁啦。你看衫有无？七月当开始一领7000外，打折爱6000外。老狗即马穿的即领衫105啦，即无共嘛，样穿都无共，做法无共，所以讲。唔免去计较嘛，今日你徛什么位，演什么角色，安尼就可以啊。安尼就啥，适宜适当啦，刚刚好。阿哥，是咱一点灵气嘛。世间要讲到你的心内底，互你会当满意嘛。啊，这就是有讲爱有做，有做。你要有去留啊，好的物件该学起来啊，歹的物件爱算数。唔在讲见贤思齐有无？见故有无？思算啊，是咱一点灵气啊。老狗虽然真粗鲁无读册，但是我要用的名词，阿母啊。也甲我救咧嘛，啊，这就是我平常时所拄的嘛。无我哪有这言辞好讲？啊，你平常时你有去注意，你有蹲粮草，要欠这块水，你甲存落这块水会来，互咱拄拄啊好润和滋润。啊，你逐天拢安尼在当当呀呀，无一丝用。啊，到尾一炮啊空啊，这个炮棒棒就刷嘛，无什么物件伫内底嘛，你这世人都无什么好过流乱啊，啊，就为六道开始嘛，道理就是安尼平平的嘛，甲咱种粮的同款嘛，甲咱种农作物同款嘛，咱水稻。南部的三冬嘛，啊，咱这边啦一冬有无？啊，你搁一冬冰打嘛？我是要种芋啊，啊是要种杨枝有无？种种的遐种类嘛，啊，这是天地造化的嘛。一年不管是你住台北、住屏东，拢是365天嘛。啊，365天。那一直差喔，360天来计算啦，5年2轮嘛，再当配合咱连主席农历甲国历喔，未差这么远嘛，2轮就这意思啊，日历日历挂墙壁啊，杨主席逐天爱立的，逐天爱看时阵啦、时间啦，讲到倒位啊，较热门嘛，啊，这就记载。咱人一定要记载嘛，你像外国一开始也要有记载啊嘛，重要啊嘛。啊，若无进前汉王有人咧做，伊嘛唔知啊。是你要去担当过，你有做主席过，有做主帅过，有做主将过，你才有法度安排遐兵书嘛。啊，这就是咱即卖咧讲的，一个家，一个会社会嘛，一个公司，一个国度嘛。今仔日咱伫台湾算费省哦，台湾是一个教导尔尔。当然，咱要离开着靠这个教导有无？这个小的所在有无？咱要换国度啊，当然是西方，结落世界嘛。咱人只有伫只快乐安乐尔尔，
但你要等到结落，足欢喜足欢喜咧，心想西都西。当然，你是要拍拼一世人啊，你的过关啊，是咱一点灵气嘛。咱人上高想嘛，短甲长，憋死咧。我怎样就倒转来母娘的这个姚弟兄了嘛？我这一个想，就倒转来纽西兰嘛。你要贪爱时阵嘛，想就是这么紧啊。想就是代表咱的灵光啊，光的速度就是这么紧啊。声对光还佫袂着嘛，所以咱即个是用声念念嘛。啊声要佫。对这个光有无？当然，你还阁拍拼一段路草嘛。啊，这是天地理啊，咱人再去切出来嘛。我讲的，你会当慢慢去想嘛。唔是我讲的，我就对嘛。我嘛是要请恁大家倒转去省思、反省、思维的正确。省思是这个意思啦，你要知道我讲的话，你唔使当了解。你坐伫遮，你今仔日要有这个时间、金钱、青春，你搁来桥都爱塞车、爱油钱，你敢唔免伫即马这个课当中赚一挂油钱来补吗？无你是来遮要做啥？修真，修真。跳步跳步，这个意思啦。啊，这唔只有价值，逐天咱才有法度升华。咱的心灵改革，大家咱的和谐，有老母的和蔼，啊，这才是和谐啊，至中和啊。上界中的顶端，这种品类品种，修行是这个意思。你甲一步一步倒转来全步，就全部啦。安尼你唔走，我都动一一动，有动你才有大。这个大就是咱即卖世间讲说海动啊，甲火动，海就是水啊，火就是神啊。你走我都归升天。世间的好名，你个知影，咪凊彩好好个啊！是咱一点灵气，要来讲着顺家，咱的天命，一个字一个字有诶起义，为用诶即个内义嘛，这就是咱咧讲诶义，甲咱报嘛，报甲咱心内底有无？迄种真。会显露嘛，是咱一点灵缘的天意。咱今日是要掠家己啊，咱会当出神，代表神，咱就讲了做圣家出家嘛。你要做一个机身，非常的可贵嘛。你即马做机，啊，你这机会阁叫走去，难得啊嘛。足困难，好阁做机这个机会嘛？安怎讲？咱人会智慧啊，你元气会实啊，种种的退步嘛。真缘本意回路性，拍通顺家安静，一点清楚这个灵性，教咱转的是天灵，落来青天无形气。教化定路自然神，转咱一定现世界，通灵代表本源神清。